玲玲、向海南同赵雅芝等几位港姐呢日就一齐出席维园雅集嘅慈善晚会，为慈善出一分力。最近郭晶晶秘密生咗个细女，再次抱孙嘅朱玲玲又有冇帮手凑下孙啊？我就冇乜嘅，因为我都成日出入香港，所以变咗少帮晶晶啦，系啦。咁晶晶同启刚就辛苦啲，咁佢哋三个。一個六歲，一個兩歲，咁一個啱啱四個月，咁佢哋就唔停噶啦。朱玲玲自己都係三子之母，有冇一啲湊仔心得同晶晶分享一下咁咧？其實特登去咁樣傾咧就冇，不過大家見面傾開，咁有陣時都 share 下係啦。咁又講翻啟剛細個嗰陣時係點樣啊？咁佢都中意聽噶嘛，係咪？晶晶生完之后极速修身，完全冇生过嘅痕迹，睇嚟都好有条件再生多几个。系啊，寻日我哋去咗啊，系啊，系佢的面都瘦翻，系啊。但会唔会真系想佢哋继续生啊？唔想续生？我谂启刚同佢都我唔会俾压力佢哋嘅。咁如果佢哋中意生就会生，不过其实三个都足够噶啦。